盛康元年，帝穆叔推行女子入仕，而后杏林馆陆西直征有能之士免试入馆，天下英才悉悉聚于京城。盛康三十年春日，新一轮科考拉开帷幕。翰林院士在即，我定要考进去，谋游庙堂，为百姓谋福祉。杏林春暖，举景全乡飞在高墙之内，我意在荣于四野。哼，做女官能有什么前途？实在冥顽不灵。好好的年纪不嫁人，就不该让你去上什么女学。他既有此志，又何妨让他一试？长风万里送秋雁，世事变故，落子成蹊。此番一去，纵有万难，也许应下杏林馆邀约，能得破局。我亦无悔。文牒确认无误，此处便是凌云馆。君上为表达对选拔女官的重视，特建立此处，与女学考生入凌云馆备考。凌云馆。是三年一度，凡秋为重视的女子皆可参与，这对女子而言是难能可贵的机会，愿姑娘能抓住机会，金榜题名。谢大人吉言。姑娘的住所已安排妥当，请随我入内吧。点击此处，
可进入凌云馆。姑娘，请随我一步入内。点击席字，进入主线剧情。哼，还嘴硬。凌云馆内的笔墨纸砚缺了一套，而在你房中。大人，我真的没有，这是我为了席字自己买的。一个侍女要习什么字，可笑。况且你这等粗鄙之人买得起吗？来人。凌云馆乃备考之所，莫要在。哼，我本就不想来这里管女子考官的事。大人，恕在下失礼，据在下所知，王常当差的侍女每月最少也有500文，外廷所用的笔墨纸砚为宣笔、徽墨、宣纸、设砚，普通一套约莫5两，只要这位侍女用心攒上1年便足够了。女子念书习字不分身份高低，购买心仪之物也合情合理。怎么，你这是在教本官做事？哼，算你走运。谢谢，谢谢。别哭了，没事了。读书习字是好事，莫要放弃啊。姑娘直言，颇有侠义风范。之后姑娘便在此安心备考。我等辛苦大人引路。谢谢你们。我先找个地方安顿。总算安顿了。妹妹。姐姐，快进来。听闻有位江南来的考生为侍女仗义直言，我便猜是你，赶紧过来瞧瞧。看来我没猜错，你还是如我记忆中一般，眼神明亮，看着便心生欢喜。能与楚堂姐姐再次重逢是幸事乐事，我也高兴。但愿我们都能顺顺利利通过翰林院试，得偿所愿。一定会的。这件衣服有些脏了，这样前去恐怕有失礼数。姐姐提醒的是，只是……妹妹怎么了？是有什么难处？说来惭愧，我此番出门匆忙，也没带什么衣裳进来。无妨，我这里有多余的衣裳，妹妹若不嫌弃，选一件换上便是。妹妹，你等我一下。妹妹，快过来，看看喜欢哪套。这身衣裳出自玄云房，绸缎材质，以黄白为主色，整体轻盈灵动，穿上更显大方得体。这身衣裳由分花绸庄魏老板亲自设计，采用蜀绣技艺，做工细致，以翠竹为主题，点泽俊雅。
这身装扮得体，定不会出错。多谢楚棠姐姐相助，你我之间无需言谢。走吧，莫要迟了。妹妹，走吧。数年前，大起第一位女官李运之，在群臣反对下，极力主张女子科举制度。历经万难，才让女子也有了考取功名、改变命运的机会。本官见证过那段岁月，因此才对今日的一切格外感慨。尔等虽为女子，却也能有参政议政的机会，望诸位请替长院教诲。
老师，我终于来到了这里。我定会努力通过翰林院士，做个像您一样明辨是非、守心如一的好官。让你上女学是为了让你嫁入高门，谁让你去抛头露面，做个毫无前途的女官？女子从政能有什么作为？你看看身居高位的，一个女子也无。女子入翰林，那个芝麻绿豆大的六卿也就到了头，那就是个笑话。妹妹，在发什么呆呢？走了，我们一道回去。来了。可我不想随随便便嫁人，我想走一条自己的路，成为想要成为的人。有的人嘴上说着不好奇，这不还是来了？他便是韵芝的弟子。日子还少。妹妹，等会儿开考可千万记得要先将名字、籍贯等信息填好，万一最后交卷的时候手忙脚乱就不好了。我记下了，楚堂姐姐你也切莫紧张，一切努力都会有回报的。时辰已到，请诸位考生进入考场。翰林院士开口，姑娘请随我前往考点。凡参加翰林院士者，皆以从九卿考核为起始。姑娘，本官夏礼渊，是翰林院长院，亦是此次翰林院士的考官。学生见过夏长院。女子科举之事推行数载，考的是女子的才学，帖经、墨译、诗赋，皆为翰林院士的考察内容。选择诗词中空缺的字，完成作答。选择第二个字，继续完成作答。点击此处，可提交作答。满腹经纶，精明行事。承蒙夏长院抬爱，学生才是。依照惯例，考核通过者当往凌云堂。谕令到，考生上前受封。谢君上恩典。恭喜姑娘通过翰林院试，名列榜首，日后可留在翰林院任职。依照流程，一甲三人当前往奉天殿面圣谢恩。
轩、翰林院士一甲三人入殿觐见。学生贺清，学生叶来山，学生拜见君上。平身吧，翰林院士落幕，得见人才济济，孤甚欣慰。今次一甲三人依次封为侍书典籍编修，赏官舍一座，赐侍从才国。谢君上恩典。往后你们当恪尽职守，臻于至善，忠于大齐。若能建功立业，未必不能如男子一样登上凌云台最高。我等定当尽心竭力。赏赐之事就由李福尼去安排。小的遵旨。都散了吧，臣等告退。大人，典籍此处可进入静思居。大人，请随我一步入内。侍书，此处便是静思居了。这是君上赐下的两名侍女，往后便跟着您了。水月拜见大人。沈修拜见大人。不必多礼，往后我们便是一家人了。另外，您如今已有官职，君上厚待，通过院士任职的女官，师叔，请随我来。大人，请前往领取点击俸禄，打开俸，点击领取俸禄，获得。这是我的第一笔俸禄，日后我也能靠自己生活了。师叔，奉辰司的内侍会按时发放俸禄，您记得前来领取。随着官位的晋升，您获得的俸禄也会越来越多。我知道了，多谢李总管指点。是翰林侍书了，恭喜你。
堂姐姐名次如何？好歹挤进了前十，虽不能如前三名一般留在翰林，但可去地方上任职。我也能向爹娘证明，我不是男儿，却也能靠自己过上好日子。如此，家中也不会再逼着我参加大选，我也可以和心上人一起过自己的日子了。那我祝姐姐与心上人白头偕老，早生贵子。就你嘴甜，我明日一早便启程去云阳县了，还是有些舍不得你。那今夜我便留在凌云馆陪楚堂姐姐，帮你收拾行李，顺便说说话。不如先去吃遍京城，万福楼烤鸭，桃风斋糕点。你慢慢想，姐姐我先行一步。啊，姐姐等等我。哪里来的破车，竟敢挡元楚殿下的路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这是安排女官往地方赴任的马车，下官这就挪开。本殿下让你走了吗？是下官失察，请殿下恕罪。是下官的马车冲撞了殿下，与他无关，请殿下。出身低微便是这般不知礼数，即使登科入朝，日后也能。二哥何故在此逗留？君上召见我们，不可误了时辰。师弟，哼，师弟的心如此向着寒门，倒真是叫我伤。点击头像即可释放怒，此处可以切换自动或手动释放怒。梦长路短，料你飞不出我的手掌。风火动，金戈铁马，
罢了，既然实地开口，本殿下便放你们一马。多谢石公子援手。你不记得我了？石公子何出此言？下官自小在江南长大，怎会见过？罢了，王城门口不宜久留，送走你的朋友后就早些离开吧。妹妹，此番幸得石公子相助，方能化险为夷，但下次女子为官很是不易，妹妹不妨招募贤能相助，日后立身朝堂也会方便许多。我明白姐姐的意思了，姐姐提醒的是。妹妹，点击此处可妹妹，点击此处。恭喜妹妹招募到一名上品的随从。恭喜妹妹招募到合意的随从，快将获得的随从上阵吧。妹妹，点击此。妹妹当前还未添加，这是刚刚。不以规矩，不能成方圆。如此，有人助你，我也能放心一些。妹妹，你要保重。姐姐也是，我会想你的。一切安顿好后，记得给我写信。Thank you.
启禀君上，南境匪类猖獗，儿臣请命带兵前往剿匪。老实农去，吾也放心一些。你便往城北大营点兵。儿臣领命。石公子果真如传闻一般英勇，令人敬佩。君上，儿臣掌管刑部以来，处理了多起示众欺压百姓、寻衅滋事的案子。示众诚意入朝，良莠不齐。儿臣提议，当完善官吏选拔录用制度，废除印任制度。如此大胆的提议，这是哪位公子？三弟，不过是些小打小闹，也值得在朝上拿出来说。君上，我认为三哥的提议并无不妥，小事不慎将酿成大祸。九弟所说不无道理，只是废除制度未免严重，小师惩戒便是了。好了，此事容后再议。老三，回去吧。孤乏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退朝，儿臣告退。三哥，物极必反，切忌操之过急。多谢七弟，但我自有我的考量。还是走到了这一步。定贤，你等下，说你呢，给我停下。大人有何事？哎，那个谁，说的就是你。下官见过杨学士。啊，夏长院说日后你的工作由我安排，明日起你便不用来奉天殿记录了。为何？记录朝堂大事是侍书之责。你一女子懂什么朝堂大事？日后便去翰林职业，顺便誊录学士讲学内容即可。
杨学士此言诧异，我也是读了多年书，通过层层选拔才入的翰林。女子科举本就简单，怎能与男子科举一概而论？杨学士分明是对女子有偏见，女子科举所考科目与男子无差，历经数年要面对的困难甚至比男子。与上司争辩有辱斯文，你的政绩考核还想不想通过了？要是政绩考核不过，你日后也别想留在翰林。是，下官明白了。瞧不起女子，瞧不起女官。大人，您看起来似有心事，可是近来公务朝局纷繁复杂，我初入仕途，往后立身处世怕是不易。大人才刚上任，不必操之过急，只要日事缓则圆，事急则乱。你说的在理，大人，继续主线需要达到。大人，初寻历练可获取大量经验，我们可选择首个副本，点击此处即可进。胡作非为是大忌。规矩不能成方圆。胡作非为是大忌。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。
胡作非为是大忌。不以规矩，不能成方圆。胡作非为是大忌。不以规矩，不能成方圆。胡作非为是大忌。不以规矩，不能。半载，对政务处理已得心应手，我很欣慰。下官得长院指点，才有今日成绩。你的政绩考核我已看过，在翰林院中亦属上乘，但翰林女官非寻常之位，不可心生懈怠。所以通过这次考核，但是下官明白。既已明了，便去凌云台听风吧。谕令到，考生上前受封。君上恩典。点击此处进入，点击此处，大人，点击此处向君上请。
在下李卫，见过师叔。三公子恰巧路过，见师叔淋雨，特命在下前来送伞。多谢三公子，改日我定登门将伞送还。三公子说不必归还，此伞赠与师叔，全当君子之交。初入仕途，若是与公子走得太近，确实不妥。公子，伞已交给师叔。他的魔力才刚开始，老师此举也未尝不可。走吧。煮了姜汤，大人快喝了吧，莫要染上。谢谢水月大人，您今日身子不适，那可不行，我定要做得更好，才不能让他们小瞧了去。大人，点击此处，点击此处，选。点击此处，选择一个方案吧。往后的政务也要辛苦大人。志当存高远，不以规矩，不能成方圆。志当存高远。
人大人，有您的信。定然是楚棠姐姐。不能丧气，只要我做得足够好，终有一日能改变大家对女官甚至是对大人。方才翰林院来人传话，您的政绩考真的太好了，水月也为大人高兴。大人，接下来您可前往进。大人，大人，有您的信。大人，又有您的信。姐姐要来京城了，太好了，我得好好装扮一下屋子，等楚棠姐姐来。大人，不如摆放些插花吧，我记得您说。你倒是提醒我了，帮我拿个花瓶来吧，我要练练手，好准备起来。大人，禀记此处。真好看，水月，雅致不俗，楚棠大人定会喜欢。水月，外面是什么声音？大人，是西南门的登闻鼓被敲响了。登闻鼓，登闻鼓响，必是重大军务或奇冤才。我得去看看。
圣上，民妇有冤要诉。大娘，您有何冤情？民妇要为秋后处斩的女儿鸣冤，民妇要状告云阳县知县，以顺天府尹狼狈为奸，害我女儿含冤夫君。您的女儿是？前云阳县典史楚堂。风火斗，金戈铁马，风火斗，金戈铁马。不以规矩，不能成方圆。胡作非为是大忌。不以规矩，不能成方圆。胡作非为是大忌。
规矩，不能成方圆。胡作非为是大忌。胡作非为是大忌。不以规矩，不能成方圆。自本朝开国以来，王城门口的登闻鼓只因军务敲响过一次，而今在孤统御的国土上，竟有百姓含冤莫白，需要敲响登闻鼓诉说冤情。国胜，你要如何向孤解释？先生，那名女子犯下重罪，卷宗记载得清清楚楚，而且罪状上也画了押。臣秉公执法，还请。如今卷宗在何处？隶属顺天府统辖之地的案件，经核实可由顺天府断。来人，去！还不快去把卷宗拿来！君上息怒，臣这就去。
这便是云阳县的卷宗。估计的你是翰林的侍书。是，下官翰林侍书。五月初七清晨，杨家家宅，杨和命丧于霜草粉。经查证，云阳县典史楚堂曾于三日前。杨母曾见楚堂多次以公事名义与男子相会，其行为不检，常与杨和发生冲突。卷宗所载需再次核实，谁愿处理此案？老臣认为监察司长姬和更适合处理此案。吴大人此言差矣，监察司主长姬和对刑狱之事，老臣认为监察司处理此案更为合适。非也，宗正司更擅长处理刑狱之事。众卿如何看？君上，儿臣愿意处理此案。好，此事便交给你办。宗正司与监察司负责协理调查审问顺天府经手此案一干人等。臣遵。翰林侍书，由你跟随记录，期间若有需要，听三公子差遣。臣领旨。三公子，不知我明日何时前往刑部委托？你之前可有处理刑狱之事的经验？下官资历浅薄，尚无此经验，但下官会尽力做好。此行只怕不易，你需提升实力，以策万全。随从是你的助力，前往之选择需要提升等级的随点击此处可以进入升点击此处可以。孺子可救，若无法通过，便代表你并不具备自保的能力。我会向您证明我可以。志当存高远，路自脚。不以规矩，不能成。志当存高远，路自脚下行。不以规矩，不能。不以规矩，不能成方圆。不求功成名就，只愿平安顺意。
以规矩，不能成方圆。火动，金戈铁马，胡作非为是大忌，安守本心，莫再多言，本公子自有考量。不以规矩，不能成方圆。存高远，不以规矩，不能成方圆。不求功成名就，只愿平安。